方，我是 Happy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们现在在和盛园逛年夜市 ，Let's go。先，我们就来逛，来 ，Let's go。你要记得要来拿哦。啊，记得就是在水果店前面的蜜瓜，哦，很美哦，大粒哦。哎，对，是有二十兄。哪里哦？二十兄弟。哦。啊，柚子叶哦。这是卖什么？卖什么？这是瓜果，罗汉果经济。这是什么茶？饼是什么？哎，这很可爱哎！哎，发糕，这是发糕来的。如果我五岁的话是，啊，如果我五岁的话，好可爱，你要买这个。这煮饭的时候要用的酱料也有，这甜饼，麻辣chicken popcorn。特写锤鱿鱼哦，锤好了是这样的。大家好啊，这个是锤鱿鱼哦，这个差不多，这个可以讲呢，要进入博物馆里面的一种行业来的了啦，所以那是很少那样做，整个沙巴呢，大概就只有几个这样子咯，给个的话就三个咯，我啦，还有Center Plaza 啦，另外一个就是。那个安哥在当菠萝蜜，那个已经七十岁了咯。喜欢这个东西的叫快乐，又找拜，这铁木当下过来拜了。好好好，谢谢你。这怎样卖啊？这个？这个一份呢是12块的，12块啦。两份呢就20了，因为我有两样，一个是锤的，一个是粉的。哦。那身体呢，我们就拿来锤了。哦。这个头发那个胡须那种的。啊。哦，那个特别好吃，特别吸烟。以前拿赌吸烟，前面有一档的。哎，整个沙发中的吸烟都有的。哎，对对，以前吸烟前面就是有做小吃的。谢谢分享。哦，谢谢。零鸡肉干诶，蜂丢，蜜蜂窝，巨香肉干。哦，巨香。哇，猪肉干。肉松，这次好像没有那个臭豆腐是吗？他们刚才也是有人讲在找臭豆腐，我好像没有闻到臭豆腐的味道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炸五花肉，炸鸡腿肉。炸五花肉，非常好吃。好好好，这个是有两个几个帅哥卖的炸五花肉，好吃好吃。就是这样了啊、哦。这是羊扒。对呀。Barbecue sauce 的羊扒。空气年糕。什么啊？空气年糕，哎，是哦，很特别哎，这个空气年糕，槟榔棒猪肉汉堡，咖喱鱼蛋，
沙爹洛咖啡，好像是我们上次在嘎亚姐吃到很好吃的那一个。哦，那羊肉。这个沙爹咯，跟去年的一样。这里也是有卖那个羊肉，这颜色不一样。这是什么啊？麻辣串啊。这个好像只要是有摆摊，这一定有它。就每次都会有这个东西的，叫做根巴。这个是内烤鱼 ，barbecue otobo 金针菇。哦，烤金针菇。35/20。哦，这就是26。对。快来尝试中爸爸香茅猪肉串、越南猪肉饼、猪肉沙爹、台湾香肠、芝士香肠。咖喱鱼蛋，哎，这个也是去年有的，168，凌晨炒粿条，这个看起来烤全羊，不错哎。哇，这个奥多布很大个哎。烤全羊，烤全羊。哎，我大的华语真的是头脑咩？是咩？哎，是哦，我大叫头脑啊。笑死，我大是头脑的意思，没有错啊。这是炸辣椒，炸馄饨也有，还有炸虾饼，看起来不错。哇，其实这个也是每次都会有的，传统的糕点。这叫做肥瘦猪肠粉。这里是有咖喱鱼蛋。沙拉咖喱鱼蛋，劈腿茄子哎，怒鸡鸡，很可爱哦，它的名字全部，哎，这接力很可爱哦，所以看到有点创意的东西出来了，如果你还小心炒作我买了是不是？一粉饼5罐140，一口脆，哦，这个好像很出名的嘞，有财神爷。帮我的镜头打下招呼，嗨！来过来，我们来分饼。哇，这个很好吃的，真厉害哦！试吃，买到吗？买到。嗯。真的有，对。剪到脆脆，然后再淋那个酱，然后放那个粉在上面，很特别。脆皮年糕，大家可以来试一下。那种开 banana pancake 炸香蕉，不是，它是很像马达棒，那是里面包香蕉的。banana 的马达棒啊，这样厉害。好了。香哦，剪到很香，是醋溜香肉干，哎，那个是肉干加面包，哎，脑脑烧饼，哎，卖完了，那是我在嘎亚姐有拍过你们了，卖完了，太好吃了，
KDC 烧肉，还有很多啊。这是什么？卤肉饭。台湾卤肉饭。这是炒土豆，香辣鱿鱼。这个是16块的啥？对。哦。麻辣香锅，麻辣鱼蛋，麻辣就是有很多辣油在上面，那个很像冰沙这样子哦。G3R Burger 海燕窝，海燕窝，2个20块，就是该等一下。哎 ，Lucky Bean， 哎 ，Hello， 难怪哦，你们在这里啊？哇，帅哥也在 ，Hello。Lucky Bean 的这个盖胆仔很好吃的，这个、最喜欢吃 cheese 的口味的。嗯，有雷锅。这个是炸文吞啊、哦，这个是雷锅，雷锅是一种鱼饼来的。豆腐饼？什么是豆腐饼哦？豆腐做的饼。豆腐、鸡蛋、跟粉。做到的饼啊？对对。哦。嗯，甜还是咸的？还是咸的。咸的啦。试一下。咸的。什么味道？这个可以买给婆婆吃，因为它不甜。哦。老人家可以吃，因为它不甜，然后也没有到硬，它也是脆的，脆的，可以买这个20块。传统手工蕉叶年糕，就是有卖这个饼。这个颜色好好看。哎，是五花肉来的。哦，很像台湾那个是吗？它是弄软软，然后切，然后上面放 cheese 去烤的。里面还有 cheese 的，另外上面再放 cheese。哦。Mr. Potato Cheese， 台湾小吃。是。哦，有猪肠，还有什么？猪肠粉。又是这个，怎么哪里都有它？这真的是我什么夜市都有的。哇，它刚炸出来，其实是很好吃的嘞，这个东西。Hello， 大家。Taco， 墨西哥缩减。哦。有台湾地瓜球。台湾地瓜球。哦。这是空心的。是的，是的。走到最后一单了。阿邦巴力。啊，阿邦巴力是最好吃的咯。哦，也是那个天桥底那个来的啊，也是他来的，因为我记得他的名字是 Gagili 吗？这大家应该看过了，如果没有看过可以去看我天桥榴莲街的那个影片。Okay. 这里有卖海鲜，然后这间叫做万祥神农面，开24小时的神农面店，然后这边有很多龙的公仔，如果你还小定朝我买的啊，对了啊，这个榴莲雪糕很贵，很好吃的。OK， 有，这是五香卷，八七。最后一排了哦。可能你爸爸跟你之前没有过来的呢。年饼，都是年饼，芒果。哦，有 avocado。这里是卖水果的，卖水果的。这是果汁，冷冻年货。培根有酒，糖剂。哎，这跟那个 Lucky Bean 就是撞了，也是很香哦。糖葫芦。草莓的很好看的，是那个莲炸莲藕雪糕 ，soft ice cream 抹茶，哦，有木山 king 的哦，有咩？对，还有木山 king 的，也有抹茶的哦。哎，那个 CBM 不 CBM， 这是在 Center Point 楼下那个 Center Point 那边的啊，我最喜欢那个，是来的，我最喜欢那个台湾可丽饼。哎，这里是奶茶。这是素食，妈妈素食，这是摘菜来的。哎，这不是你喜欢吃的那个？是哦，个饼干，可以拆一下的。这个是我们的榴莲酥，榴莲酥，这个是猫屎咖啡，这个是15粒15块是这个绵绵酥，哦，现在是这个新春送礼的，我们这个是33，哦，里面有11粒，哦，然后有3种口味，有斑斓的，有猫山王的，然后有那个猫屎咖啡。哦 ，OK。哦，哎，如果大家想要买的话，可以过来这里哦。还有椰子水，这是在那个酒吧前面那里。啊，酒吧前面，那也是年饼，年饼。
谢谢。要买可以在这里买呀。好，谢谢。买了这个台湾地瓜球。看一下里面是不是空心啊？是空心的。啊、OK 了 ，OK 啊。买了一杯牛奶果汁，12块。12块 medium 的。好喝吗？好喝。没有加果酱嘛？那次它都很 OK。刚刚好啦，够浓嘞，够浓啊。OK。很好喝。可以啊，喝。这个是以前小的时候。在那个戏院旁边那边，刚刚又讲了，现在又讲。这人也是讲，以前每个戏院都有卖的那个东西。你说没有啊？那是在那回忆啊。有啊，打赌戏院也是有的。每个戏院都有。全部戏院都会卖这。对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找回它的历史啊。这样。我陆爸爸呀。还没有还钱。陆爸爸呀。没有还钱啊。吃到这么爽。搞我这家马干。啊！什么？老板娘请你们吃。啊！哇！是哇！哇！哇！是真的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好好好。生意兴隆啊！哇！啊，谢师弟。桃林隔壁啊。不远后面哦。Hello 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吃饱了吗？我们的店是在。SLCD 那个复原的后面而已哦，啊对，那间店是叫做桃林，啊，它是卖水果的，当然我人就比较懒呐、啊，所以我就12点才开工，然后做到7点，偶尔会不开，偶尔看呐、啊，我的电话号码是012-967-9921。他讲虚的比较好吃，虚的口感。喂，我要吃一口哎，我吃一口。嗯，虚的口感比较好的，你吃这个是肉身的，这口感没它那样好。嗯，这好吃啊。哎，真的是有香的哦。嗯，有香啊。但是有那个回忆吧，就是想吃那个回忆而已。这个小姐现在11点半才出现，快12点，快要12点了。台湾小吃可是有点这个，哎，没有台湾味。你要上一下我的镜头的嘞，观众都会问你去了哪里。我在拍戏，很忙。他在拍倪天龙的戏，叫《三人行》。我是抢戏。你有抢？演了一个小角色。什么？又做 K 类费啊？关江生肉面的店员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嗯，哎，好了，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这放工才赶来逛夜市的人，好可怜。来逛夜市，现在已经收档了，他才来哦，都没有东西吃了，好可怜哦。来，嗨，好可怜，嗨，好可怜哦。